Hello，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欢迎回到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盖一个这个旋转餐厅哦。那我把它取名叫做这个 Apollo 空中旋转餐厅。那基本上啊，就是这个都会生活资料片刚出的时候呢，我就只有想说想来盖一个这个旋转餐厅。那现在呢，终于把它盖出来咯。那因为这个模拟市民4的这个都市场景啊，可以盖的地方都只有这个高楼的最上面，比较没有说像有些旋转餐厅啊，它不是单独自己一栋吗？然后是尖塔上面的顶端。那所以说呢，我盖的这个旋转餐厅呢，感觉比较像是那种饭店顶楼的旋转餐厅吧，等于说在大楼的顶楼。那现在可以看到呢，我已经把这个主体大致上给它框出来了。那原本呢，我的屋顶是用那个样子，不过后来我会去给它做个改变。那现在呢，我就想说这个旋转餐厅的这个主体的部分呢、需要点支撑，所以用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有点这个支撑的感觉吧，稍微看起来比较坚实一点。那为了想要凸显出这个旋转餐厅在高空中的感觉啊，所以说呢，这个场景的一楼的部分呢，我想说尽量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凸显，看起来比较低矮一点，比较能这个衬托出这个高楼的高空的感觉。那我现在呢，就是放这个电梯在这个一楼的部分。那我是打算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一楼二楼啊，等于说是连接通往这个餐厅的一个通道。那这个电梯呢，就是在这一楼部分进来，然后走楼梯上去，感觉这个入口会比较有气势一点。那上去的途中呢，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周围的景色哦。那基本上啊，我觉得像这种场景啊，就是周围有这个很美好的都市夜景啊，或者都市风景的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好的装饰品就是这个景色啊。所以说呢，其他装饰品我都尽量用的简单明了，让这个主题比较明确一点，避免说其他装饰品抢走了这个风景的这个风采。那现在呢，我们来盖了屋顶咯。那屋顶原本我是用这个圆形的，不过后来我觉得用这个样子看起来比较现代化一点，有一种屋顶有这个太阳能板的感觉吧，看起来比较现代一点，比较新潮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呈现出来的效果呢也是还不错的。那现在呢，我在调整这个餐厅的入口处咯。那个餐厅呢，就像刚刚提到的，从这个一楼搭电梯上来之后呢，走这个两层楼梯，然后进入到这个餐厅的入口处。那这个餐厅的主体啊，就是这个旋转餐厅的部分嘛，旁边周围呢就是座椅的部分，因为旁边呢最能看到这个美好景色。那中间的这个一楼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厨房，还有一些厕所。那中央的这个二楼呢，我想用个这个高空中的一个吧台区域，因为我希望这个餐厅呈现出来的感觉啊，不只是这个高级餐厅而已，还是这种 lounge bar 的感觉，等于说是餐厅跟 lounge bar 的结合吧。所以说呢，在这个中央的二楼的区域啊，我想说给它隔出一个单独的一个酒吧空间，感觉其实气氛还不错。那这个空中的这个景色也还蛮好的。那其他的餐厅区域呢，直接给它做这个挑高的感觉。那旁边的用餐区域啊，有了这个挑高的设计之后啊，这个开周围的那个景色还有这个夜景啊，是更加的这个一览无遗了。那整体而言呢，我这个餐厅想要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种高级但是现代的感觉。那我也想带出这种比较奢靡的这种 lounge bar 的气氛。那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二楼的中央区域啊，我这个吧台的部分呢已经放好了。那这个地板的部分呢，我是选用了这个黑色的石材。那这个黑色雾面的石材感觉还不错。那中间呢，我是选用了这个带有光泽的这个红木感觉的一个地板，就是说这个雾面搭上这个亮面，感觉起来还蛮有时尚感的，那也有这种聚焦的感觉。那这个吧台的中间呢，我也用了一些这个窗帘绸缎布来给它点缀一下，还有一些帘子啊，一些珠帘给它做点缀。那这边的四周呢，我也放上这个沙发，可以坐在这地方观赏这个景色，然后顺便喝一点饮料。那旁边这边呢，我放了一个小桌子，上面呢我就放了这个蜡烛，当然少不了这个我觉得最好营造气氛的这个蜡烛咯，还放上一些玫瑰花。那另外一边呢，一样放上了这个小沙发，还放上蜡烛，还放上一个小盆栽给它点缀一下。那我们这个二楼的这个 lounge bar 的部分初步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这个餐厅的主体部分咯。那这个地板呢，我一样大部分使用了这个雾面的这个黑色石材。那这个餐厅坐的区域呢，这个客人坐着用餐的区域呢，我是铺了这个chevron 这个人形纹的一个地毯。那这个旋转餐厅啊，其实它不是这个整栋建筑物都在旋转哦，它是你坐的那个区域用餐的区域的地板，这个地板部分它会旋转而已，基本上这个建筑物的四周的墙壁啊，还有中间的这个部分它是不会去移动的。
所以说呢，通常这个旋转餐厅啊，你这个用餐的区域，它地上的这个地方呢，会跟其他地方做一个分隔，那也会跟外场的部分呢有一块分隔。那这个分隔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用餐的地板下面呢有这个齿轮，它会缓慢的去给它做一个这个旋转的动作。那通常啊，这个靠窗户的那一面都会有个小平台啊，或是一个小台子的地方。它那个地方呢，就是不能放自己的随身物品啊，或是放包包，这个都超顺手的。这个坐上去之后啊，都会把这个包包、随身物品放在旁边的台子上嘛。但是呢，这个如果一放下去的话呢，这个用餐完毕的时候呢，包包就不知道旋转到哪里去了。那像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餐厅啊，我希望它呈现出的感觉不只是这个旋转餐厅而已，它这种 lounge bar 的感觉。所以说呢，我是这个餐椅、餐桌，还有这个沙发椅的部分是交替给它摆放的，想要呈现出这个比较慵懒的感觉，比较有浪漫的气氛。那为什么这个餐厅会把它取名叫这个 Apollo 呢？也就是这个太阳神的意思。就是呢，我在盖这个餐厅的时候啊，我给它选用的颜色几乎都是这个黑色、咖啡色、金色，还有这个灰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带给人的印象啊，是比较沉稳，但是又奢华、强势的感觉。那我就觉得 Apollo 这个名字是蛮适合的，就是有一种奢华高级但是沉稳又带点一股风情的这样的氛围。那这边呢，我也是放上了这个很多的沙发，还有这个小的咖啡桌。那个咖啡桌呢，中间可以烤火炉，哎，还蛮酷的哦。那这个颜色的部分呢，我一样都是用这个橘色、咖啡色，还有这个黑色、灰色系的，中间呢改用了这个隔板。不过这个隔板呢，我之后会把它换掉，因为这个我在盖这个时候啊，这个复古经典组合包还没有出，所以说呢，在那个组合包当中呢，有出了一个新的屏风，据说那个还蛮适合的，我之后会把它换掉。那这个桌椅的部分呢，我故意把它全部用这个交替的感觉，不是说全部同个款式，感觉说像呈现出来氛围比较慵懒一点，比较浪漫一点。那旁边这个玻璃窗户的地方啊，我放上这个大片的这个绸缎窗帘，据说可以当做一种隔开不同空间的这种作用。要不然觉得说，如果全部都是空白的玻璃的话，虽然说景色非常的好，可是总觉得有点没有这个主体性的感觉。那我觉得用了这个绸缎窗帘之后，这个效果还不错。那这个窗帘我摆的位置都是尽量选在这个不会挡到座椅的视线的地方，所以说其实也不会说阻挡到太多的这个景色。那现在中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餐厅的入口处，等一下或许给它再做个装饰。那我们又回来到这个餐厅的椅子部分咯。那这边的椅子呢，我选用了这个圆形的有这个亮片桌布的椅子，据说还蛮酷的，也蛮好看的。那这个颜色一样都是用这个统一的色系。那中央的这个部分呢，我打算把它分成好几个区域，就是有这个厨房啊，还有这个迷你酒吧区，还有这个厕所的部分。那这一区呢，我就是在盖我们这个迷你酒吧区。那因为这边的空间不是说那么多，所以我就选用了这个比较小的酒吧。那上面呢，我放了一些这个金属古铜色质感的这个灯，那后面还放了一堆的这个酒瓶给它装饰一下。不过呢，这个位置我后来其实会再给它做个调整哦，因为后来觉得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拥挤了，所以说后来我会把它稍微的扩大一点点。那这边前面呢，一样摆上了这个珠帘，还有这个绸缎的这个布给它装饰一下。那旁边的墙壁呢，又再度放上了那个金色跟黑色的酒瓶。那周围的墙壁呢，我也放上了这个灯的装饰，这个灯跟金属的装饰。那我还放了一小盆盆栽这个地方哦。那基本上啊，这整个建筑其实我这个盆栽绿色植物放的并不是说非常的多。那如果有看这个我其他盖的房子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用这个绿色植物的，但是呢，我在这个餐厅里并没有说用到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色植物啊，给它放下去之后呢，总觉得它会稀释掉这整个这个餐厅呈现出的这种高级奢靡的感觉，所以说我这个绿色植物就没有给它放太多了。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厨房的餐厅部分。不过这个餐厅的部分呢，我一样等一下会给它做个调整，因为觉得说这个餐厅的形状实在是不甚理想啊。不过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说这个餐厅的这个机能性的房间呢，都是在这个餐厅的这个中央的部分。那这个中央的部分呢，它属于这个六角形的，所以说这个形状比较难去给它弄得很工整。不过后来会把这地方往右边再给它拓展，因为觉得说缺一角实在是不太好啊。那现在这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厕所咯。那这个厕所呢，我给它用了这个三小间。那这个颜色呢，一样选了这个咖啡色的这个墙壁。那这个每间厕所里面呢，用了这个长形的这个带有异国风情灯，然后里面摆上那个很诡异的自己会讲话的这个免治马桶。
那就像刚提到的这个厕所的这个位置啊，虽然说不是很理想，不过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毕竟这个全部东西要塞在这个中央的这个六角形的空间。那这个厕所的地方呢，我给它放上点小装饰品，放了个玫瑰花，放了一些这个擦手的一些纸巾啊，还有一些小蜡烛，给它稍微的装饰一下，但是也不想装饰得太过火，因为觉得说想保留这个地方的这个干净现代的风格。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这个餐厅啊，缺了那么一角，真的是看得太痛苦啊。而且说呢，想说这个餐厅，厨房啦，不是餐厅，这个厨房的部分呢，还是放两个这个厨师的台子，感觉会比较共用哎。所以说呢，我只好给它扩大了。那这个迷你酒吧呢，就往右边，往左边去移动咯。那基本上啊，这个酒吧往左移动之后，呈现这种半开放式的感觉，我觉得也比刚刚那个方形的感觉效果更好哎。那一样放这个小酒吧，还有这个灯。还有这珠帘跟一些迷你沙发给它点缀一下，可以坐在这地方稍微喝一点饮料，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楼上去。那这边呢，我一样用这个绸缎布给它稍微点缀一下这个四周的墙面呢。那这个墙壁啊，我原本是选这个米色跟咖啡色交替的这个墙壁，不过后来呢会把它换掉啊，因为说这个之后这个复古经典组合包出了之后呢，有一款这个金属风的墙壁，我觉得说超喜欢的，所以说之后会把它换掉。那这边呢，座椅之间呢，我稍微放一点小东西给它点缀。那这个颜色呢，一样都选了这个金色还有古铜色、黑色的感觉。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入口处。从这个餐厅入口处到接待处的地方呢，旁边有这边沙发。那这个沙发的中间呢，放了这个有小火炉的这个咖啡桌，感觉说还蛮适合的。那这个旁边呢，也放了一盆这个盆栽，是少数这个餐厅当中有的盆栽哦。那旁边一样放上这个绸缎布还有这个珠帘给它点缀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给每一桌用餐的空间呢，都放上自己独特的这个毛地毯，感觉说这是比较有属于自己空间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沙发区呢，放上这个咖啡色的毛地毯，这个用餐区呢，放上这个自己的专属小地毯，用这个地毯来做这个开放式的这个分隔空间。那另外一边这边呢，我一样放上这个沙发哦，还有这个小咖啡桌，等于说这间餐厅啊，都是这个餐桌餐椅跟这个沙发椅交替的感觉。那这个沙发区呢，一样放上这个咖啡色的毛地毯，旁边呢放上了一个这个金属灯给它装饰，还有一样的这个绸缎布，还有这个一样的这个珠帘。那这边呢，我想说来放这盆花来点缀。那这个花呢，因为说它是这个金色的，还有这个白色的，就是说真的还蛮适合这个地方的氛围。所以说呢，我就每个地方每个区域的边边呢，都放上了一盆这个花哦。觉得说还蛮适合的，感觉蛮清雅的，那也看起来蛮高级的。那旁边的这个地方呢，我放了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桌子，然后搭配这个吧台椅，让它呈出一种比较慵懒的感觉，那也觉得就是比较符合这个开始设定的这个餐厅间 lounge bar 的这个气氛。那接下来呢，我是给这个座椅之间呢放这个装饰品，一样放上这个统一的这个金属球球的这个装饰品。那我们这个厨房的部分呢，也稍微的点缀一下，放一点小东西装饰一下，但是一样不想放太多。那整个这个餐厅啊，我觉得这地方最好的装饰就是这个景色，这个外面的风景，外面的夜景。所以说呢，如果放了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啊，我觉得说反而会抢走这个风景的这个风采。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都放的这个以简单明了切合主题为主。那这个里面呢，晚上的灯光呢，我也是想把它营造出这种比较慵懒浪漫的氛围，所以说灯光都没有说太明亮。那现在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接待处。那接待处呢，我放了这个小灯，还有这个小盆栽。那这个中央区的这个四周的这个地板上啊，都放上这个灯，小灯。那等一下我会把它这个调整一下灯光。那这整个旋转餐厅的外围呢，也放上这个长条形的灯。这个灯呢，一样等一下我会去给它调整这个灯光颜色哦。因为觉得说啊，这种旋转餐厅啊，不只是这个里面要好看，这个外部也是有些灯光效果的，才会说比较好看嘛。所以说呢，我这个外面的这个中间，会给它放上一圈的这个长条形的灯，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上下的部分啊，我也都会给它圈上这个灯哦。那等一下我们再做这个颜色的给调整。那这个外部的部分呢，我们快要把它圈完咯。那这个除了这个餐厅主体的部分的外面之外呢，这个屋顶部分呢，我也给它放上这个灯哦，那看起来比较明亮点，晚上看也属于这个夜景的一部分。那下面这个地方呢，从电梯出来之后往这个餐厅入口的地方呢，我一样给它在外围放上这个长条形的灯，这样子全部看起来就会有这个亮亮的横杠，觉得说还蛮好看的。那这个一楼地方呢，一样给它放上这个灯光哦。
那旁边这个大楼这个地板的四周呢，也放上这个圆形的小灯，就是看起来也会这个亮亮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复古经典组合包出了，所以说呢，我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加了那个地球仪的这个酒吧，在我们二楼 lounge bar 区域，那旁边的墙壁呢也换成了这个金属风的黑色墙壁，觉得说超搭这个地方的氛围哎。那我就把这个屏风呢换成了这个金属风的这个比较现代利落感觉这个屏风，给它把原本这个屏风换掉咯。那除了这个屏风之外呢，我还加了一些这个镜子，就是那个组合包里面还有个这个比较长形的大镜子，又加了一些哦，还加了这个长颈鹿的这个灯，长颈鹿这个金属风的灯，还有一些原地毯，稍微给它点缀一下。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装饰我们这个通道的区域咯。那这个通道呢，我用了这个二段式的这个长形吊灯，那旁边这边呢放了这个小立牌，有种这个餐厅名称的感觉吧。那旁边放了这个圆形的这个喷泉，圆形小喷泉，那放下面也放了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板子，稍微的支撑一下这个喷泉的感觉。那这个电梯旁边的区域呢，我也放上这个流水的装饰，流水的这个黑色装饰，觉得说还蛮好看的。那旁边这边呢也放上一些小喷泉哦。那这个喷泉的部分呢，我用了这个白色的，还有这个橘色的，觉得说橘色还蛮能呼应这个餐厅本身那个金色咖啡色的感觉。那旁边放了一点点这个石头，还有一点点绿色植物，给它美化一下。那这个电梯入口呢，放了这个毛毛地毯。那这个地方呢，我放上一些这个长形的灯，长形不会说太明亮的灯。现在我们在盖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餐厅的这个一楼的部分呢，往旁边延伸了一个这个算是跳舞的区域吧，想说用个这个区域，感觉这个地方可以办个派对什么的。那这个地方呢，用了这个半开放式的这个设计。那这个地方的地板呢，一样选了这个雾面的石材。那旁边这个墙壁呢，用这个半开放式的感觉。那中间呢，放了一个这个 DJ 台，那旁边放了一些这个会发光的柱子，稍微提供一点光线，但是说又不要太明亮。那旁边这边呢，再给它放上一些立灯，给它装饰一下咯，看起来比较气氛一点。中间放了这个玻璃的这个舞池，据说这个玻璃地板还蛮好看的。那这个旁边这边呢，我也放了这个蜡烛，黑色的小蜡烛，一样就是呼应主题，但是提供点光线，不会说看起来太明亮。那我们旁边的这个水池的部分呢，我也全部给它放上这个灯哦，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那就是全部放一整圈这个小的圆形灯，放在这个水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想说这个中央的区域啊，我把这个地方的墙壁变成玻璃了，感觉说更有这个透视的感觉，感觉比较能看到这个四周的景色。那旁边这地方呢，也弄个门呢，把它跟这个餐点区域做个连接。那这个旁边地方呢，我把它稍微的扩大一点，想说也加个吧台好了，就是有这个跳舞的地方，如果说没有地方可以坐着休息一下喝个东西，感觉好像会点空虚哎，所以说我就上了一个这个椅子，也放一个吧台这个地方哦。那后面还有些截图，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如果喜欢请帮忙一个赞分享留言，还有别忘记订阅接收最新消息哦。感谢收看，拜拜。